自數情情，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 咁咧，我好多澳門同台灣嘅朋友咧，都成日問我嚟香港究竟去邊度食嘢啊？有冇啲好靚、好舒服嘅地方可以坐低同啲朋友食下嘢、影下相咁？咁今日咧，我就有一個朋友帶咗我嚟香港尖沙咀海港城嘅一間餐廳啦。咁而家俾你睇下呢個超級無敵海景先。除了佢無敵的海景之外，我朋友就說他的點心是很有特色的，所以我平時其實跟朋友出去通常是去啲酒店的 high tea， 但今天就選了嚟呢度吃中式的點心，發現真的很特別好靚，我俾你睇下先啊。梗係要食佢哋嘅招牌啦，蝦金蝦餃啊，好似好靚咁，我都未見過咁樣嘅黑色嘅蝦餃，試下先。我覺得食落去其實同正常嘅蝦餃係差唔多，個皮韌啲，堅韌啲，厚啲，係個皮厚翻少少，但又唔會覺得佢太厚咯，咬落去咧比較有咬口。呢一個咧係海膽蝦春卷啊，海膽加蝦，我未食過呢個春卷。這個海膽蝦春卷好味，係好香啊！整體嚟講，佢啲餡咧係好足夠咯。跟住我就要食一個特級黃腸粉。如果你有睇小雷寶嗰個 channel 裏面，我哋喺澳門有一條片咧，都有去飲茶嗰間嘢咧係黃腸粉嘅，唔知邊個好食呢？叮叮。咁如果真係要比咧，我會覺得呢一間嘅和牛腸粉入面嘅和牛咧係少啲肉嘅，佢腸粉皮咧係厚啲咯。黑蒜燒賣啊，咁我見佢個蝦咧就大到爆曬出嚟咯。我知點解係黑蒜啊，你見唔見啊？佢個黑蒜喺裡面啊，原來。我想食呢個啊！我想講咧，呢個燒賣好味過佢嗰個招牌黃金蝦餃。這個呢是 waiter 介紹給我們的竹炭流沙包，很漂亮啊，它的樣子看它的樣子好像很油裡面，因為平時吃這些包呢，包會有甜味的嘛，少少，但是竹炭包沒什麼味呢，跟著它的蛋黃很鹹鹹鹹地好像很 match， 我覺得是比起一般的那些是重一點蛋黃，是啊，少一點奶味，還有因為可能真的個包的味配合到它，我們就嗌了一個甜品，是楊枝甘露，芒果和奶的味道都很濃，如果我個人來說，我會覺得它少少甜，但其實它其他方面都做得很好的，我很喜歡它呢，很濃啊，很濃郁啊。哇，我們走了出來啊，我很喜歡個海啊，閃靈靈的啊，好靚啊，今天天氣好，是啊，剛才咧係去出邊個草地咧狂影相啦，跟住望住金光閃閃嘅海，真係好治愈啊！我覺得好開心，今日咧有 Beyond 帶我嚟一齊食嘢啦。咁如果你真係揾我食嘢嘅，你識 Beyond 嘅話，你就揾佢啦。咁 overall 嚟講，我覺得呢度嘅嘢食都係幾唔錯噶，有呢一個景，有呢一個環境，咁個價錢當然就係貴翻少少咁樣啦，但係 overall 係唔錯嘅。咁我哋下次見啦。如果你中意嘅話咧，記得俾個 like 我啦。如果你有咩想講，記得喺下邊留言話俾我聽。最後最重要，梗係就要訂閱我啦。我係時數晴晴，同埋訂閱 Beyond 啦。訂閱我啦，我會出多啲片噶啦。咁我每個星期二同五夜晚8點都會更新片噶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